人生的某些阶段，对一些事情总会感到特别好奇，比如今天聊到的胖子。幻想中每个女生的私处都飘荡着幽香，其实绝大多数女生都被下体异味所困扰，私密处臭臭的，这有很多原因，跟个人体质、饮食和卫生习惯等有很大关系。说到卫生习惯，很多女生都不知道，因为尿尿后擦拭方法不对而造成下体异味，甚至尿路感染和阴道炎等问题。根据流行病学统计，泌尿道感染是女性最常见的细菌感染，高达60%的女性曾有过泌尿道感染，这个数值是男性的4倍。请记住，泌尿道感染极易复发，将近1半的人在1年内受到2次感染。注重个人卫生习惯是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。女生在小便后用纸巾擦干尿液，这是保持卫生的基本方式。但是，你知道正确的擦拭方法吗？90%的女生应该是由前往后吧。请记住，无论是由前往后、由后往前，还是前后来回，这些方式全部错误。正确的做法是纸巾对折放在小便口，约5到10秒即可。